我们新北市针对于台湾非常重要的原生种乌来杜鹃节链的富裕啊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因为它是针对十三苗，也就是能够对抗整个大自然环境跟气候变迁，而今天的栽种可以让我们美丽的乌来杜鹃繁育在新北市，尤其是在我们包括原来我们的乌来湿地以及山坡上面，让将来很多的市民都可以欣赏到这个淡淡杜鹃花开的时候的美景。除了栽种之外，是不是还有捐赠这个苗？非常谢谢啊、包括乌来杜鹃基金会以及这个大众长城大家的支持，能够让我们这个十生苗能够片种在新北市的山头上面，所以今天的捐赠十生苗也非常有意义，非常谢谢企业的支持。